第二十一题，旧时人们常用捕兽夹捕猎野生动物，原理是用力将富弹簧的夹子压紧，当动物踩到时，夹子便夹住动物的脚。由于太残忍，现在已很少采用。请问猎人在用力将富弹簧的夹子压紧的过程中，其做的功主要转换成何种能量储存在捕兽夹当中？那我们晓得这个捕兽夹呢，并没有运动，所以它不会是动能，也并没有特别的发烫，所以也不会是热能。捕兽夹是放在地面上，并没有所谓的高度差，所以也不会是所谓的重力位能。而我们是让弹簧呢，让它产生一个形变，然后让它能够被压紧，再压紧压紧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弹力的位能。所以呢，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其做的功主要转换成何种能量储存在捕兽夹里？我们答案呢，选的是猪弹力位能。